《周礼》曾言：“公者使守内，以其人道绝也。”受封建思想影响，世人阶级划分严格。古代皇宫中，太监亦难获人权，其悲惨屈辱经历，致后世唏嘘不已。这里是单看世界，带你领略全球风云，探寻历史智慧。封建社会中，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差距非常显著。对于那些出身于社会底层之人来说， 他们的人生也注定会受到上层贵族的残忍压迫。在诸多遭到压迫的底层群体中，太监这一群体也得到了现代人的高度关注。与宫女等群体不同，太监群体无论从生理或是地位上，都受到了沉重打击。这也使得他们的人生大多带有悲剧色彩。曾经，我国清朝末期的最后一位太监孙耀庭，便在晚年时回忆起了自己从前的屈辱生活。据他介绍。 在皇宫中，后妃沐浴从不用手，这也导致太监们备受折辱。那么，这位最后的太监究竟经历了何种悲惨情况？生活在皇宫中的妃子们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？一九零二年，孙耀庭降生在天津地区的一户贫困家庭中，作为家中的第二个孩子，随着孙耀庭及其他兄弟的逐渐成长，父母的经济压力亦随之提升。为了能够维持全家人的生活，万般无奈之下。 孙耀庭便被父母送到皇宫，成为了一名太监。虽在很多人看来，让孩子做太监这一行为太过残忍，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，成为一名太监也是孙耀庭最好的选择。然而，就在孙耀庭成功熬过晋升后，清王朝却就此走向覆灭，这也使得孙耀庭入宫之路备受阻碍。但由于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，溥仪皇帝虽退下皇位，却并未搬出紫禁城，所以。 他的身边也需要一些太监伺候。此后，孙耀庭的父母托人将儿子送回紫禁城。而随着溥仪生活地的变动，孙耀庭的工作地点亦发生新的转变。在伪满洲国存续期间，孙耀庭便留在伪满洲国当差；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，孙耀庭则失去了太监这一身份。此后，他也在新中国政府的帮助下过上了安稳的生活。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太监，在孙耀庭早年当差时。 见识过许多皇宫生活内幕，而在孙耀庭晚年时，亦决定将这些皇宫秘事公之于众，帮助人们更好的了解清朝历史。据孙耀庭介绍，在迁往为满洲国后，他便成为专门服侍皇后婉容之人。虽从表面上看，孙耀庭的生活应较为顺遂，可实际上，伺候皇后婉容的工作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般简单。按封建皇宫中的规矩，皇后婉容洗澡时，从来不会用到自己的手。 她只需要躺在浴桶中，安心享受着太监及宫女们的侍奉即可。虽洗澡并非难事，可对于从小娇生惯养的婉容皇后来说，若是下人伺候的稍有不慎，如搓洗力度过大，便会因此类行为引起她的反感。而对于那些无法达到婉容要求的下人来说，在犯下错误后，等待他们的也将是死亡的结局。此外，尽管太监们都已接受过净身。 但在他们伺候皇后等后妃洗澡时，也需要全程闭着眼睛。可以看出，伺候皇后及后宫妃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而对于孙耀庭这些太监来说，为后妃们洗澡也无疑于是对他们的侮辱。而除了伺候皇后洗澡这项工作外，从前的孙耀庭也需要服侍婉容皇后吸食鸦片。虽鸦片是一种毒品，可婉容皇后却无法控制自身欲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 孙耀庭只能在婉容皇后吸食鸦片时，一直守在她的身边，避免她因吸食鸦片过量导致自身健康受损。可以感受到，尽管在成为太监后，孙耀庭的温饱问题能够得到解决，但在遭到净身后，他的基本人权已被剥夺，而伺候皇后的生活更是使其自身尊严荡然无存。从孙耀庭悲惨的人生经历，便能感受到封建社会中的阶级制度并不可取。 此类制度的出现也会导致国家发展走向黑暗深渊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我国政府便在努力为化解封建腐朽,朽观念做着相应的努力。现如今，人人平等的观念已经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。如同孙耀庭一般曾经屡遭迫害之人，亦获得了平等生活的机会。假以时日，在人人平等观念的帮助与影响下，我国综合实力亦将实现更进一步的提升。 而全国人民也都能够过上顺遂自由的生活，避免遭到他人的压榨，进而对自身发展及国家建设造成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。明朝洪武三年，明太祖朱元璋决定将孟子的牌位从孔庙中撤掉，满朝哗然，大臣们纷纷上书说孟子乃亚圣，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传播者之一，不可停了他的配享。朱元璋就是不听。朱元璋最后声称有见者已大不敬论。 意思是，谁要是再敢劝谏，我就治他大不敬之罪。然而，一位叫钱塘的大臣出现了，他用勇气和鲜血征服了朱元璋。在大明朝，朱元璋还没怕过谁，但钱塘创造了这个记录。本文笔者将通过史料和大家讲述大明硬骨头钱塘的事迹，希望通过他的故事引发大家的思考。根据《明史列传》第二十七记载，钱塘字惟明，象山人，博学敦行。 洪武元年，举明经，对策称旨，特授刑部尚书。钱塘，字惟明，号白石山人，象山丹城（今浙江宁波）人。钱塘生于元朝延佑元年（一千三百一十四年），他自幼聪慧，勤奋好学，尤其擅长儒学。长大后，钱塘在象山教书育人，成为当地大儒。元朝听闻钱塘学识渊博，曾几度招揽钱塘为官，都被钱塘拒绝。元朝末年，天下大乱。 盐贩子方国珍趁机起义，占领浙江沿海一带。方国珍为了拉拢人才，曾派弟弟方国英亲自上门请钱塘入伙。钱塘看方国珍为人残暴，不似帝王之才，因此没有接受方国珍的邀请。 吴元年，朱元璋派汤和、廖永忠南下攻打方国珍，方国珍最终投降。宋濂等人向朱元璋举荐钱塘，说钱塘博学敦行，有经世之才。朱元璋非常重视，命人将钱塘请到了南京。钱塘到了南京后，朱元璋请教他许多问题，他对答如流，让朱元璋非常满意。第二年，朱元璋称帝，钱塘被任命为刑部尚书。需要说明的是，钱塘并不是明朝第一任刑部尚书。 明朝第一任刑部尚书名叫周真，他在明朝建立之前就已经在帮朱元璋制定律令。只是周真的刑部尚书只当了几个月，便被朱元璋改任治书侍御史。第二年又改任广东行省参知政事，因此钱塘才接手刑部，成为明朝第二任刑部尚书。这一年，钱塘五十五岁。钱塘上任后，修改了一些比较严苛的刑法，体现了大儒的人心。有一次，钱塘给朱元璋讲《虞书》，其他人都是跪着讲。 他却站着讲。有人说他太倨傲。钱塘说：“以古圣帝之道，臣于陛下，不跪不为惧。钱塘的意思是，我给陛下讲古代最圣贤的帝王的治国道理，即使不跪下，也不算倨傲。笔者注：唐虞是尧与舜的并称，即唐尧与虞舜。洪武二年，朱元璋下诏对孔庙进行春秋祭祀。《明史》记载：二年，诏孔庙春秋事殿，只行于曲阜，天下不必通祀。唐福却上书言。 孔子垂教万世，天下共尊其教，故天下德通祀孔子。报本之礼不可废，就之，乃用其言。意思是说，朱元璋认为只需要在孔子的老家曲阜祭祀孔子就行了，全国其他地方的孔庙则不需要祭祀。钱塘贵在台阶下劝朱元璋说：“孔子垂教万世，天下读书人都接受圣人的教诲，因此各地都应该祭祀孔子。这种自古以来的礼仪不可废。” 朱元璋最终听从了钱塘的建议。钱塘身为大儒，前半生不愿入仕元朝，也不愿意委身于方国珍，到五十五岁时方到明朝为官，而且一经入朝便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，担任六部尚书之一，足以说明他并非徒有虚名之辈。作为一个古代读书人，钱塘自幼接受儒学教育，孔孟不仅是他心目中圣人，更是古代读书人心目中的偶像，因此。 他作为孔孟门徒，需要维护孔孟的地位。接下来的故事也是基于这个原因。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寒微，他直到成年后到黄觉寺出家，才开始认字。因此，他对孔孟的态度远没有天下读书人亲切。实际上， 上文提到朱元璋只想在曲阜祭祀孔子，这并不是朱元璋和孔家的第一次冲突。在此之前，朱元璋和孔家就有了恩怨。吴元年，也就是朱元璋称帝的前一年，朱元璋在打败张士诚、方国珍之后，开始派徐达、常遇春北伐元朝。徐达的大军一路攻克河南，占领山东。在徐达到达曲阜的时候，已经是洪武元年的三月了。 朱元璋下诏给徐达，让他请孔子的第五十五代孙孔克坚来南京朝见自己。可是孔克坚却没有来。众所周知，从宋朝开始，孔子的嫡长子孙皆被封为衍圣公，以彰显朝廷尊孔之心。同时，历代衍圣公也基本上在朝廷为官或者有挂职。元承宋制，孔子的第五十五代嫡孙孔克坚被元朝封为衍圣公，担任元朝国子监祭酒。 因为当时北方各省还在元朝的控制之下，孔克坚是元朝钦封的衍圣公，在局势尚不明朗的前提下，他不想贸然来见朱元璋。但徐达的大军已经控制曲阜，他只能称病。最后在徐达的一再催促下，孔克坚派自己的儿子孔希学到南京拜见朱元璋。《明史·儒林传》记载：“希学奏父，并不能行。太祖叱谕克坚，莫言称疾，则不可。会克坚一来朝，御使者淮安，惶恐兼程进。” 朱元璋见正主没来，十分生气。朱元璋认为孔克坚身为孔子嫡系后裔，看不起自己这个草莽出身的皇帝。朱元璋大怒，对孔熙学说：“朕可没说过生病就不用来了。”孔熙学知道交代不过去，又写信给孔克坚。当时徐达已经打到通州，元朝大势已去。孔克坚这才仓皇赶往南京。孔克坚来拜见朱元璋后，表面上虽然交代过去了，但朱元璋从此却对孔家没有好脸色。到了十一月。 朱元璋干脆以孔克坚多病为由，直接越过孔克坚封孔西学为衍圣公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恩怨，洪武二年，朱元璋才下诏缩小祭祀孔子的范围，将祭祀大典仅限定在曲阜一隅之内，其他地方不必祭祀。好在有钱塘这个政臣，他跪在台阶上苦劝朱元璋，朱元璋最终也觉得天下需要孔子门生来治理。 因此妥协，下旨让全国孔庙每年春秋两季祭祀孔子。和孔家的恩怨还没完，朱元璋又和孟子杠上了。这件事发生在洪武三年，朱元璋在读《孟子》，读到《孟子离娄章句下》时，把他震惊了。考虑有些读者对这一段还不熟悉，笔者赘述一遍：孟子问齐宣王，如果有个齐国的官员治理不好自己的属地，应该怎么处理？齐宣王不知道这是孟子的圈套，斩钉截铁的说。 无能的官员就得下台。孟子下一步逼问道：“那如果一个君王治理不好自己的国家呢？”齐宣王尴尬了。孟子说：“官员无能要下台，那君王治理不好自己的国家，自然也得下台。”齐宣王非常震惊。孟子又说：“君之事臣如手足，则臣事君如父心；君之事臣如犬马，则臣事君如国人。” 君之事臣如土芥，则臣事君如寇仇。意思是君臣之间的关系主要看君王的态度。如果君王把臣子当做兄弟和心腹，臣子就把君王当做君王；如果君王把臣子不当人，那臣子也把君王当仇人。也就是这句话让齐宣王发飙了，同时也让朱元璋发飙了。实际上，孔子创立儒家学说时，主要的核心思想是仁；孟子后来发展儒家学说，详细阐述了君臣关系。 其中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，更是孟子学说的重点。朱元璋看完孟子和齐宣王的这个故事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他认为孟子身为臣子，竟然让君王下台，简直是大逆不道，非臣子所能言。因此，朱元璋将孟子摔在地上，下旨将孟子的牌位从文庙中撤掉。《明史记事本末》记载：命仍祀孟子，出国子监请事殿，命罢孟子祀，致事上曰。 孟子辟邪说，变异端，发明先生之道，其父制。在朱元璋心目中，孔子创建了儒家学说，教化万民，本应得到后世祭祀。但孟子擅自改变儒家思想，把百姓凌驾于君王之上，因此不能容忍这种邪说和异端。朱元璋甚至下旨，让全国各地的府学、县学在考试的时候，也不能引用孟子之言。朱元璋的这种做法，让满朝大臣们惊掉了下巴。 大家纷纷劝朱元璋收回成命，朱元璋拒绝一个又一个，最后朱元璋怒了，他下明旨说：“有见者以大不敬论，命今无赦之。”即如果再有谁敢提祭祀孟子的事情，就按大不敬罪论处，让侍卫直接放箭射死他。朱元璋是个狠角色，向来说到做到，他此语一出，包括李善长、宋濂、刘基等文臣再不敢劝谏。朱元璋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压下去了。 没想到刑部尚书钱塘却是个硬骨头。钱塘回家命人给他打了一副棺材，然后写好奏折，命人抬着棺材到宫门口，打算死谏明史。钱塘传云：唐抗书入谏曰：“臣为孟轲死，死有余荣。”施庭臣无不为唐威。当时大家都为钱塘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心，钱塘却颇为自豪地说：“我能为孟子而死，虽死犹荣。”朱元璋见来了个硬骨头。 气不打一处来，再次让侍卫向钱塘重申他的旨意，警告说，如果钱塘再上前，便放箭了。明朝小史记载，钱塘抗书入箭，于趁自随，袒胸受箭，警告对钱塘无用。他跟着朱元璋的轿子一路劝谏，并且把胸口敞开，坦然面对箭矢，大有以死明志之意。 于是，朱元璋命侍卫放了一箭，钱塘被射倒后，仍爬向朱元璋。朱元璋在钱塘的鲜血之中，看到了天下读书人的血勇之气，最终屈服。十载，帝见其诚恳，命太医院疗其剑疮，而孟子之配享，于是得不废。朱元璋被钱塘的诚意征服，让太医院的太医们为钱塘治疗剑伤。最终，朱元璋下旨恢复孟子的配享。朱元璋自起兵后，南略定远。 攻滁州，占南京，扫陈友谅，为张士诚，赶走元顺帝，天底下还没有能让朱元璋低头之人。钱塘凭借鲜血与勇气，成功征服朱元璋，也算是洪武朝的第一人了。笔者认为，钱塘之所以能征服朱元璋，关键在于他让朱元璋看到了天下孔孟门徒的决心。朱元璋知道，他治天下还是要靠天下读书人。若钱塘因此而死，那他将彻底失去天下士子之心。 因此不得不妥协。钱塘伤愈后被同僚们刮目相看，大家都对他尊敬不已。钱塘晚年曾再一次惹怒朱元璋。洪武二十六年，朱元璋在宫中悬挂武则天的画像，钱塘认为武则天窃唐不足以效仿，劝谏朱元璋撤掉画像。朱元璋将他拉到午门准备处死，他仍不屈服。最终朱元璋刀下留人。明史云。 帝解，赐职时即命撤图，并且赐他食物，撤掉了武则天的画像。死罪虽免，但活罪难逃。钱塘还是被朱元璋贬到了寿州。这时，钱塘已经八十岁了。第二年，钱塘死于寿州，终年八十一岁。笔者认为，中国历史上不乏硬骨头，但是洪武朝的硬骨头却很少。钱塘便是那个嘴硬的骨头。也许在今天的人看来，钱塘的做法有少许的迂腐，但是笔者主张。 我们看待历史人物，不能脱离他所在的文化大环境。钱塘自幼接受儒家教育，以孔孟为先师，孔孟早已是他心中的信仰，因此他为了维护孔孟的地位，敢于死谏。